看有没有人要鱼的。买嘛，买嘛，木鱼，加那个放香花鱼，咸盐那也。你说买八十文鸡，咸盐也，这个买嘛就。因为同一个人家的老婆房小租的买的老婆散落还睡觉的人家的哈喽两个送到遥远的人家的他超年了没办法了哟我老婆没方案讲我已经做不太思念了好了回来了兄弟们啊回来看肠粉丝丝了好久没见了好久没见喽，准备卖鱼啊！准备卖鱼。太甜，你好好整嘅样嘅，成日就亮晶晶嚟望上面嘅，我只两只做五日，第个月日就倒啲嘅，前面就亮嘅就散点嚟，亮嘅交出点嘅散点嚟，唔当唔够好话嘅，真一二毛子，两样都冇影响。放一点点水啊！放一点点水，表妹出来卖鱼啊！表妹想不想要钱花？想要钱花就出来卖鱼。买鱼咯有没有同钢鱼一条啊没有你们两头同钢鱼的全部菜你走的呀啊便宜一点哎呀好久没有菜你有没有同钢鱼你有没有是吧是好久没见欢迎感谢香蕉不蕉哥的比试哦感谢大哥哦没有这条也没见一样的弄个两年没有了波波准备倒鱼了大哥们兄弟们准备空鱼出来吧
找个花花出来吃啊，花花一条，会不过没有东西装啊，没有东西装，把它放回网里去。哎呀，我靠，咬到我了，妈的，这咋这么凶呢？我靠，咬了一口啊，大哥们啊，欢迎雾色哥啊，一下子咬了一大口，哎呀，又是花花啊，我都怕他了，现在都不到了，花花，这次花花不到了，感谢暮色哥的比心啊，欢迎笑死个人的呀，欢迎大哥呀、啊，好，又钻下面了。你看，满手是血的，这条还是要顺便搞出来吧，哦，金城哥，顺便搞出来吧，咦，这就洗一洗吧，我不还是把手洗一洗，挤一下是那条死球了，对，有一条死球了，好，这是咬得蛮大口的，波波给花花亲了嘛，对，让花花咬了一口，咬了一大口啊，咬了一大口啊，笑死个人类哦，欢迎小静哦，还有成都丸子哦，没有关注的、哦、帮波波点个免费的关注哦，波波正在空鱼啊，这是今天捉的鱼啊，今天捉的鱼，应该也都往上鱼啊，应该早就都往上鱼，不记行了，没开窍啊，没开窍，我要唱一个谣啊，我要唱一个卖药的，唱一个卖药的哈，唱一个都给啊，唱一个都给三两皮，啊，不过今天发财，今天发财的是发不了财哦，大哥卖多少给你，发不了财，大哥挣个200块钱啊，挣个200块来花一花吧，小挣200就行了，现在要求不高、啊、买鱼喽，有没有人要鱼，买鱼喽，空调大黄鳝出来些啊，
冲个大黄鳝出来先。要什么鱼，老板？哎，没了吧？那黄鳝你都发财，嗯。欢迎天明哥啊，欢迎大哥啊。跳走了，小痴心跳走了，你飞八岁你能买得了？我的伞又拿走一兜了呀，反正兜了不同又没见了还是呢。哎呀，这个叫红。红哥，你都见有，反正你都没见。他们飞得更好了。又跳辣椒炮了。在你了，我卖的准呀！我卖到了八十了，丢个脸！就三年，我卖的了，拿着你钞票呢，我还有桃嘛？要个多少猪呗？我还没有啥羊桃呢，还有桃哥，你要拿着桃，你要羊多，一招来得反应，一分一招来得了，要加没？这除了走开，收到多条线条呢？嗯，这法式唔建议，法式唔能法，唔能建议。搞完挖塞的出来先吧，啊！搞完挖塞的出来先。买鱼喽！有没有人要鱼的？这里贵吗？那你都写钱？这些羊羊鱼都还卖卖个人便宜，没人煮的鸡。人家还便宜啊，还是不贵啊。我那个人刚叫，一千叫没有个人便宜啊，这等下人。欢迎甜甜姐啊！欢迎美女。你看太贵，卖给你，我那高头的了。高头一分太咗啦，你都半年噶，仲捱得礼气啊！今日买一对高头，买两头都系无人知嘅件。啥事？我买羊叉，过个只鱼啊！啊，有羊叉，你冇冇得做菜啊？先又冇半呢，啊，冇退鱼诶！哎呀，那蒲公鱼讲喎。哦，欢迎林先生。早上好，甜甜姐，好久不见哦，幺三九哥啊，正在卖鱼啊。正在卖鱼。都会出一亮，有点人家亮的出事啊。我啊，一天上几亮我的。哎，有点人家鱼，你看有的那个高头，有的就是一滚滚数的，滚数的也是亮的，一般都是亮的。也有点硬的，也没亮的，也始终也都是鼓励大家的。小六六，你上面摆的亮的还得加的，还是呢？哎，我看你下面硬的，也输了，下面硬的也有亮的呀，要不然。
一路嘅有靓啲嘅，有靓啲哦，欢迎清晨哥哦，还有乐风大哥哦，正在卖鱼哦，感谢甜甜姐的糖糕哦。感谢甜甜姐卖鱼喽，有没有也要去早一点收笼子喽，兄弟们，明天开始如果要卖鱼的话，我们要早点去收才行呢，早点去收，早点回来卖鱼哦，要起早一点才行的，不能再偷懒了。我们要早。早上早到几点啊？要五点半了，要五点半了，向一葵啊。以前波波也是五点半去收的，只不过今年鱼不多，就老是六点钟才去收。你偷懒的没事，鱼放家里啊，你偷懒的没事，鱼放家里，嘿嘿。啊，丫头，吃新鱼就这么大啊，吃新鱼就这么大，一两多一点点一条而已了。一两多一点点，那狗的肉也没人中我的那羊，没有人中我的羊，没有买得钱的呀。啊，我的还没中我的羊，我的还没中我的，但我有点品种。你坐到一边，我看看，嘿嘿。啊，这里还有一点昨天的。做给不过也没有两三斤啊，就这么大。就这么大、啊，有啊，反正一两多一点而已了。欢迎豪哥啊！哎呀，一两多一点而已了。欢迎大哥啊！正在卖鱼哦，今天没有人要鱼呀、啊。首先卖了一点了。咦，这有条大花花，薯条的话有十多条哦。薯条的话有多少条？最少十多条啊。这种不知道有没有二两，我拿一条，表妹拿一条去称看看有没有二两，应该是一两多而已吧，我感觉。波波拿做两条去称一下，有多重吧，丫头。做一条，再做一条，这条大一点，哦、大一点。哎，这条大一点的，不管了。称一下两条有多重，表妹。啊，波波称一称有多大，两条。多少啊？两条有四两八、啊。哇靠，不止一两哦，丫头，波波搞错了。两条有四两多、啊，表妹说，有没有称错？没称错吧？对，四两多、哦，一条有二两哦，不止一两哦。不过有一条大一点的，就一条大一点的而已，其他的可能就二两这样子吧。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就，反正就这么大了，我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了，你自己看吧哦，你自己看了，你要多少斤哦？整个两斤给你吧，是不是整个两斤？两斤你要寄到哪里的？如果是寄在我们广西的话，就邮费就不贵哦；寄到外地的话，邮费就有点贵了。北京的话邮费有点贵哦，我告诉你哦。哇，
反正北京的话，邮费两斤可能都要三四十块钱。没有沙的洞的而已咯，沙的洞的，沙的洞的。不能到付的哦，要现付钱的哦，丫头。邮费不能到付的，我们这边乡镇他要现付的。如果是。给你付是不是？那你说要你拿个盆装我看看是不是？别都会找你那个你装水呀？哎呀，找你呢嘛！好的，挑给你看一看。哎呀，我买油，挑个给你看一看，你称一下这个桶有多重，快点。波波叫表妹称一下那个桶有多重，那个桶半斤哦，桶半斤，波波做个十条看看有多重，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八条，九条，十条啊！太小不要了，反正都差不多是这么大的，我都是挑大的给你。我挑十条看看有多重吧，拿去称表妹。嗯，我就挑十条称试试看啊。看清几重？老重很了。啊，跟桶两斤五两多，刚好两斤哦，今天可以发货嘛。哎呀，贵多少斤？拿来先，去称了的来啊。两斤行了没有？今天可能不咋行了，要冻，它要冻硬先呢。今天还冻不硬呢。我要微信哦，波波要微的，要冻到明天下午发哦，因为今天你现在等一下拿回去杀了冻，杀了冻到下午它都还不够硬，不够硬不敢发、啊，你北京那么远，到时候冰都要放两个、哦，你处理干净。好的，把鱼鳞把肚子都刮了吧，鱼鳞也要刮吧。鱼鳞也给你刮干净，要冻到明天哦。冰对冰放两块吧，放两块也放两块就够了。它48小时内到的，寄那个顺丰哦，航空的。然后等一下我拿回去杀好，冻到明天下午再给你寄。他下午5点钟的车，我都4点多钟才拿出去寄，不敢拿那么早、啊，拿太早的话放在那里，等一下又化了，发货了告诉我。好的，明天下午先吧啊，明天下午先。OK， 明天下午先啊。等一下空出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大的，有大的我再送两条给你吧。如果没有大的话，就小的也抓两条给你啊。你拍桶里的鱼给我看看，要下波先啊，要下波先，现在再开波拍不了给你。要下波先啊，现在。
到底谁在养人噻？都捡到了嘞，新的新鲜的嘞。啊？他弄个花，说不会收了，也没用了，那个生意。有啊，也光凭手洗的。不要修个坡，也是一个我们的东西。欢迎刘哥。不必去放那外面的地方。卖鱼喽。卖鱼喽，大哥们，兄弟们啊。有没有人要鱼呀？买鱼喽！哦，大货！大货大货来了！欢迎亲爱的刘哥，卖鱼喽！你这草莓酱卖没卖？拿手不卖？你看，啊，我有点两个草莓酱卖嘛，你卖，你卖就等于拿。啊！凉凉的，我还拿小布买那个桶啊。嗯。那个这个五斤的桶的都拿出来。哎，查个桶啊！你往山那个方向，俺们记得了。你是我拿出来了。你是我拿出来了。弄个我了。啊，走了这样，干？什么的增加一个小黄山？趁呀，趁你的上面，哎，拿走来，等下。彩虹鱼哦，哇塞，这彩虹鱼漂亮哦。哎呦，这彩虹鱼，哇塞哦。哇，好，这个哦，欢迎安静哥啊。欢迎用户哥啊，安静哥波波出来卖鱼啊，没有发财啊，一条都还没开江啊，波波，一条都还没开江呢，还发财啊。好久没看到我卖鱼了，对，不是卖了十条吗？那个直播间的丫头美女啊，网红，网红哦、啊，网红说要，对，卖了十条给她。
等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大一点的，有大一点的再做两条送给他一起算了。他柳州的，他柳州的，然后他要去北京的，可能北京有大哥要吧，去北京的。不过我离你太远了，近点我天天买你的仪器。甜甜姐，上次你来你都叫你过来玩你都不来啊，甜甜姐，上次你来一年啊，叫你过来玩啊，波波煮鱼给你吃你又不来，大老远哦来到一年了都不进来，不来波波这边玩一玩哦，要离得近我天天去拿鱼。可以啊，下一回啊，天天来拿鱼吃去，没问题的啊。鱼还是有的，不给钱的那种，只要你能吃啊，只要你能吃无所谓的。波波家的粉丝啊，林魔啊，我离得也太远了，近点我天天去看你的鱼。是伯伯天天蒸吃，是天天蒸鱼吃啊，柠檬啊，天天来看鱼是，柠檬不吃嘛？我听我煮了个呀。来了也要看鱼，也要拿点回去吃嘛。婶婶卖的杨梅好漂亮哦，你看，好大个的杨梅哦。波波家里有鱼看，有鱼看。婶婶卖的杨梅，现在叫人家买不好寄啊，杨梅寄的话不好寄的杨梅，很容易坏哦。没吃过这种鱼是不是？柠檬。都一只母鸭也了，哈哈。看你鸭不鸭不，一百块钱嘛。杨梅，杨梅多少钱一斤？是，杨梅卖多少钱一斤？婶婶。大个的十块哦，小个一点的八块哦，没吃。用户哥，外地杨梅哦，不是我们本地的，我们本地的过季节了，我们本地的没有那么黑哦，红红的，红红小小个一点的哦，熟的也是也没有那么黑，我们本地的酸的，这种甜的。这种甜的，这种不怎么酸了，这种。这种外地的不咋酸了，便宜嘛，反正大个的十块，小个的就八块，也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吧，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是不知道哪个省种了拉到我们这边来的而已了，我们本地的就清明节过后就卖完了，就过季节了。本地的黑哥喜欢吃杨梅哦，黑哥你们那边有没有得卖的？大哥，黑哥哦，你们那边有没有得卖的？兄弟，十块哦，十块而已，哪里要二十？
樱桃也好，樱桃好吃贵哦。樱桃我们这边也是外地搞来的，他们那有钱去。黑哥，不会你们那边卖20一斤吧？黑啊，樱桃我们这边也是外地搞回来的。哎呀，七十一了。黑哥，你们那边有水果有什么？樱桃才15吗？黑哥，你们那边农种的水果有什么水果？大哥。哇，又觉得新来了。然后又啊，然后还。然后这腿现在肿了来了，肿一，肿一根本啊！哎呀，这个，那水葫芦啊，上坡糊糊的。波波挑一斤黄鳝给人家。他穿的这个也老，我差点拿东西去，不应该捡的。可以捡啊！哎呀，这个捡嘛，干鱼的呢，全部干鱼的风呢，这个捡嘛，看看。樱桃25啊。我们这边一般都卖20左右哈。聊啊！欢迎花九哥啊，欢迎大哥啊！传播无无开开的呢。那个调好些的。那传播无无的。调能调了。这调不然先投点几多钱，几多钱啊？那你要太条的咯，不要多点，不要紧的。那要太条的咯，那太条的嘞。你元青的嘞，也冇算死啊。你那么叫小的，谁叫我不好？叫我来亏了你，冇元青咯，一条冇可以咩？可以的，可以的。丫头来拿鱼，没有在这里，要拿回去给他杀了哦。车厘子贵了，进口的价格。丫头的鱼要拿回去杀，杀了给他寄呢。嗯。对不起，外卖。我看你这个反脚的，下午。你的水刮了过来了。我感觉什么都贵啊，进口的更贵啊。我感觉啥都贵啊。欢迎风刀哥，还有几个没有鱼的了，还有几个没有鱼的喽。西瓜2块是西瓜，那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啊，黑哥啊。哎呦，这里还有条大条的七星鱼啊。这还有条大条的七星鱼，要称多一点给丫头才行，我感觉啊。这还有条大条的，大条的送给他算了。西瓜2.5啊。麒麟，还有麒麟瓜4块，还有
麒麟瓜我都不认识哦，向日葵，波波都不认识麒麟瓜。黑哥，你们那边香蕉哦，三块而已吗？三块那跟我们这边差不多、哦。我们这边过完年有一段时间卖1.5块，现在要卖2.5块了。香蕉现在贵一点了。那种很甜的西瓜是不是？哦、很甜的西瓜、啊。来去买好师傅讲啵，有啲买嘢啲都好到好舒服嘅喎，又爱到快就去啵。我哋炒个蛋糊，炒蛋。香西瓜4块，谢谢。香瓜4块，谢谢。那跟我们这边差不多，黑哥。跟波波这边差不多的哦。哎，别往前走去了。啊？蜜瓜呢？5块，蜜瓜不用5块吧？蜜瓜，不过这个水果这东西，它同一个品种啊，亮一点跟丑一点的都不一样。就像婶婶卖的杨梅，一个大一点的卖10块，小一点的卖8块。有没有请本管理吃哈密瓜的？柠檬想吃瓜了是？柠檬想吃瓜了，现在还早啊！哈密瓜还早吗？向日葵，我们这边都开始有那种小果卖了。表妹，前两天你买那2个多少钱？哈密瓜。表妹前段时间买了2个，才15块，小个的，人家按个卖的，有早就有了。对，表妹说前段时间人家卖2块钱一斤的，后来卖到10块钱2个。还有15块钱2个的，还有18块钱2个的，按个卖的了。一按个卖就便宜了。我们这边柠檬妹妹来请你吃傻瓜。小黑子放学别走哦了，鱼就空完喽，大哥们哦。今天的鱼货就全部空完了，货不多、啊、就挑了1斤多一点点的黄鳝鱼出来而已了。这一盆是昨天前天的在家里空鱼了，没有出来卖，也剩了一点小的拿出来的而已了。我们挑混一起了，不称了，今天不知道能不能卖个200哦。反正才挑了1斤多一点的黄鳝出来，53米。
彩虹鱼倒是挺漂亮的，彩虹鱼今天大油桶是空的哦。哇，彩虹鱼啊，那个须好长的，好长的须啊，好像这个带这个去装回来。这里有个一条七星鱼啊，也是昨天有一个朋友带的来的。今天的货就这么多了哦，货不过就不挑来称了。货少啊，懒得称啊，今天出来卖一下鱼了，波波差不多有十天没出来卖鱼了。不过我在这里卖，今天一条都没开张啊，幸好有老板订货一斤多，然后七星鱼也是人家订的货，不然今天邮费都亏了。我喜欢吃樱桃西瓜，樱桃太贵了，吃不起啊，柠檬，樱桃吃不起哦。是水果都喜欢，对，我感觉都是哦，只要是甜的，只要是甜的水果，我感觉波波也都是喜欢吃，酸的话我就不咋喜欢吃。不过水果基本上都是甜的多，吃不起让小黑子请。下一回是不是水果感觉基本上都是甜的，酸的就有李子，有一些酸的。哦，有点有点太甜了，把脚脚背横先，把脚脚背横先，看嘛。你是三文鸡才要拿去，你要不是公里都成功，你是三文鸡不那么贵，你是三文鸡不那么贵，那要吞去吃的都是要吞的。我还没吃过这些，吞哪里吞？再洗洗打打呢？你去哪放这些人去？啊，叫黑哥请去是。我都你是丢了，你是丢啊，都是一个直播间的小黑子肯定请的，要被媳妇揍死。要被媳妇给揍死。来吧，去货。咋去货客买啊，管饱啊，管饱又便宜是不是？樱桃车厘子我们都很少吃，一年可能都不吃一次，我感觉。偶尔去超市哦，就偷吃哦，自付就可以。谢谢。偶尔去超市就偷吃一点人家的，偷吃个一两个。卖鱼喽！有没有人要鱼呀？没有人要鱼就到水沟里喽！哎呦，我靠，被螃蟹咬了，里面有水呀、啊，有水鱼有点难挑啊。波波空掉一点水先吧，空掉一点水先。不然的话，鱼都挑不出来。
好卖哦，抢都得太富贵了哈。上头没去了，太富贵了，够好卖哦。卖鱼喽！啊，那总比卖，那总比卖高了嘞。小母鸡。那狗不叫的没事没事。那没有。这样子卖鸡的。那狗不叫的没事没事。虫子都很少啊，最近哦，我不想了，我就问问哦，现在三十多岁，没结婚的人也很多哦，孩子都有了，你别想了，结婚几年了，我都五十了，妹子。啊，冇卖药，所以冇卖药出咯。哎呀，冇卖药，哎，我今日做，你做了啲黄沙。啊？谁起啊？哎呀，那平平定嘅喎，系嘛？啊，平平，这是真正修。嗰一條垃圾嘅冇事，嘛事？冷要要很事啊！嚇？冷要事，呢要事啊嘛！冷要那個冷嘅。垃圾你一條垃圾你。咩嘢啦？啊，放喺都唔見啦，都攞車嚟，嗰時跑啊，嗱都過咗。哈哈。嗰時幾久上嘅？买了一千几百文具放那个啊？都买了一千几百文具放那个好吗？买老的，买好多老啊。恭喜啊！这个小的我们拿回去吧哦。啊，外头没了，外本地的，反正你拿着去哦。啊？哦，外头捡到本，不就丢丢那去？你冇阿得长转咯，我要外本拿着去养，冇要紧呢。这爱黑我，我拿东西，我放点芒回紧了的，放点芒我回紧，你都冇挑得出的。欢迎蒲公英啊！欢迎大哥、啊，那年代结婚确实早啊。几个螃蟹，螃蟹不多，螃蟹不多都不要了，哎呦，懒得要了，没有多少个螃蟹，没有多少个螃蟹就不要算了，不管它了。大哥，你要养了不得发财，你拿着养。哎，我给后人一天了，我好在里头。你说哪里舒服？让你装了去用嘛，夹紧嘛。好开么嘞？好开一次嘛。啊？都养过啊？放啲舒服咯，夹件放我热啦，听讲热啦，冇听讲嘛，啊？有买鱼啊？哎呀，我拿啲舒服咯，放上去可能你。哎呀，一条拉沙鱼嘅时间呢？要乜螃蟹？哦咯。点少只？少只捞住咗。买呀东西贵哦，冇去三门咯。
哦了，柠檬妹妹，还有这么多，对，还有这么多。还有一大盆啊。来，赶紧，赶紧，红茶过来呀！站好了吗？给叫了。还有一盆鱼哦。那我们也是台风呀。哎，给我们的。还有一大盆鱼啊，小鲜肉啊。你赶紧喊喊那些大姐来买，介绍介绍我。没有大姐来买，波波明天去早一点收吧。还是那天去打蒙牛呗。去帮忙呀！阿母给搞两年。买这，买这。那这给搞茶，买干茶给他拿去收收的。买干鸡，买鸡，你买啊？阿母买了。哈哈。阿买一个小茶碗呢。小茶干啥子啊？如果没买海。